龙的，嘿嘿嘿，今天玩点特殊的，都一样，你有点玩腻了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，这场面猴子的五个不同皮肤 vs 百里了。小伙伴们觉得猴子的哪一个皮肤最好看呢？也要在下方留言告诉豆豆呀。豆豆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至尊宝了，嘿嘿，看看有没有跟豆爷一样的呀。这时候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呢？当然是偷 buff 了，哈哈，哎，这就送阴血了呀。这个蓝我还打不打呢？不行，必须得打。好蓝美滋滋，他们上来就抱团移动了，这。我要出绝招了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！哦，偷个蓝，整得心惊肉跳的。虽然是幻觉，但是豆爷就是觉得偷的蓝就是比自己家的舒服呀，哈哈！怎么还团的没完没了了呢？是当我不存在的呀？别慌，我来了。你这是做文档还是做好事呀？150块，舒服！哎呦，这可能就是爱情吧。五个猴子要的就是突然袭击，一发将对面不知所措。咱们埋伏一波，哎，这是，哟，还挺害羞的嘛。是，豆豆已经洗完澡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吹我一大棒子，哈哈哈哈！咱们这些话连起来，有点奇奇怪怪的。谁能赐我一死呀？豆爷膨胀了，经过豆爷的计算，这个距离正好开始大招，走你。好尴尬呀，不行，必须化解这些尴尬的局面。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这样咱们假装打这个，射死吧小白脸。好，我也没有个神仙，吹我一个就换。不亏啊，这波不亏啊。这次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，救谁？别犹豫，神老孙一棒，两棒，三棒，一毫也没有，必须给我死。看没看到豆爷的实力呢？怎么会尴尬呢？哈哈，拆家拆家，胜利太轻松了。这对手我拿脚玩都能赢。小伙伴们，问题来了，你们认为皮肤是手感重要还是好看重要呢？